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八部。我们今天要来玩崇拜七海的二级咒术师朱野卓真。朱野卓真的术士降临术来访瑞兽，可透过遮住脸面，使自己成为灵媒，降下瑞兽的能力加以使用。来访瑞兽一号谢志自动追击敌人的尖角。来访瑞兽二号灵龟包住身体的咒力之水可以缓冲跟防御，缠在脚上可以滑翔。来访瑞兽三号麒麟可以暂时关闭身体痛觉，并在疲惫时维持战斗状态。来访瑞兽四号龙，见过龙的人都没有活下来，但是有一个人活下来了。大家对我们朱野的印象啊，应该就是在涉谷事变篇吧，我们被伏黑圣儿秒杀了。但在那之前，我们还是用我们的术士能力修了一波操作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朱野现在有什么招式：攻击、强攻击、连续攻击、来访瑞兽一号谢志、来访瑞兽二号灵龟、来访瑞兽三号麒麟、来访瑞兽四号龙，领域展开。好，这就是我们朱野全部的招式了。那来说说我们这一集的目标，我们最后啊，就是要来挑战我们的天宇暴君无黑圣耳。要在我们的面罩被他扯下来之前，想尽办法削弱他的血量，然后看可不可以击败他。虽然说应该是不太可能啦、哦对了，为什么我们手上会拿着娜娜米的咒具呢？有看漫画的观众应该都知道，因为我们使用了这把咒具对两面树挪使出了一次石化咒法，打他一个暴击。好，在挑战圣耳之前，我们一样先来熟悉我们的术士，我们来热个身。那我们现在用看这一招好了，来访瑞兽一号谢志，它就是一招会自动追击敌人的脚，发射出去之后它就会自动的追踪。哎呦，哎，我发现我用了术士之后，我的面罩会拉下来，哎，好酷哦，这才叫还原嘛。然后再来是来访瑞兽二号灵龟，释放了之后我们会得到这个灵龟的增益，它的持续时间是三分钟，应该就是可以帮我们减免一些伤害吧。而且我们的移动速度也会变快，然后跳跃好像没有变高的样子。再来是来访瑞兽三号麒麟，用了之后我们会得到麒麟的增益，持续时间一样是三分钟。具体效果是什么呢？这个我们等等再来研究看看。再来是来访瑞兽四号龙，哎，好像可以蓄力的样子哦。没有，它看起来好像没有在蓄力。那我们发射出去之后，应该就会一只龙飞过去开始攻击吧？没有错，哎。伤害好像很高哎，他直接把那是血图吧？怎么这么快就消失了？直接把血图给秒杀哎，哇！而且 CD 时间还很快，那我们应该是蛮强的哦。走灵出现了，来访瑞兽一号谢志，有了，快穿梭攻击！来访瑞兽四号龙，冲吧我的龙！哎呦，哈哈！来访瑞兽四号龙，上吧！哎，谁偷打我啊？开咬开咬，连续攻击！来访瑞兽一号谢志，穿梭穿梭，自动追击，是我一斧。来访瑞兽四号龙，上吧我的龙，咬他。哦，因为我们刚好有用麒麟啊，麒麟的效果结束之后就会得到了虚弱跟缓速的效果。哎呦哎呦哎呦，好痛哦！谁？这个怎么有点像？哎，不对啊，我叫树挪。哎哎，不要这样，不要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才刚开始而已啊！哎、欸，下雨了，下雨了，下雨天了，怎么办？救命，救命，救我！我们要找来访瑞兽二号灵龟，加快我们的速度。来访瑞兽一号谢志，自动追击，打预兆应该很好用哦。再来一发，自动追踪。哒哒，有没有伤害啊？好像没什么伤害的样子，还是得用到我们的龙啊！来访瑞兽四号龙，上吧！哎呦！一口咬死哎、欸、哇哈哈哈！挑战达成，特级咒灵15，难怪说这个看过的人都没有活下来啊！谁啊？走开啦，臭蜈蚣！来访瑞兽一号谢志，自动追击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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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是啊，树挪怎么开领域啦？这个各位看来是要去了，我游不动。也不给游戏体验啊，嘿，我看我们先去对面那边避个难好了。我们开个灵龟，加快我们的速度，缠绕在我们的脚上，可以使我们滑翔。哦，有丑丑哎，一来就遇到丑丑了。谢志，自动追击，是我一斧子。斗灵，来访瑞兽一号谢志，来访瑞兽四号龙，
冲吧！开咬开咬，四号龙，开咬上吧！是我一斧子，哎呦，娜娜明哎，我们打个麒麟兴奋剂，娜娜明我来帮你了。来防瑞兽四号，又是一把黑闪哎，龙，哦有两只娜娜明哎，然后他们打赢了，哇哦，这应该是我最喜欢的情况了。等一下，三只娜娜明啊，这边是怎样？娜娜明的聚集地哎。蘑菇蘑菇在躲雨耶，谁说你们可以躲雨的啊？来防瑞兽一号谢智穿梭穿梭自动追击，他只能追尾两只而已哦。我刚是不是说追尾啊？来防瑞兽四号龙上吧，咬那些蜈蚣啊，臭蜈蚣！哎呦，他打到谁了？又是玉藻钱，交给我龙上吧，自动追击咬他。OK 解决，又捡到了第二个妖爪。我看我们现在躲个鱼好了。嗨，伊古犹太，阴暗的小房间，阴暗的小房间，好多房间哦。不死图腾，还有一颗金苹果。等一下，我们要走不动了，是麒麟的负面效果、啊。这个咒术师怎么长得这么像米格尔啊？哈哈。好，我们不能再偷懒了，我来了。前面又有一个玉藻前诶，用我们的龙解决它。来防瑞兽四号龙，上吧，自动追击，咬它。OK， 又是丑丑啊！施我一斧，连续斧子，走开！来防瑞兽一号谢智，施一斧，走开，走开呀、啊！臭瓜牛，把我们的不死图腾拿好啊！等一下我们可以用它来对抗我们的伏黑圣耳。我讨厌下雨天，不要下雨，走开呀、啊！哎呦，这边有一个村庄哎、欸，有村庄就会有好玩的东西。没有啊，看来这个村庄没有啊，好多玉藻钱哦。我来了，来防瑞兽四号龙。等一下，这谁的领域啊？嘿嘿，吓死我了，要用到我啊？他直接把周围的建筑物都变成他的领域了。哇，作者连这个都有还原啊，我自己不小心跑进来吃到了，哈哈，好酷哦。那我们也可以去体育场吗？开领域。哎，这边是不需要我的，我们走吧。我恨下雨天。 OK， 放晴，天都亮了，还有咒灵在那边撒野。哎呦，一次升好多、哦，怎样？来防瑞兽一号，走开！哎呦，特级咒灵吧。我们先用来防瑞兽二号灵龟，加快我们的速度跟防御，再放出来防瑞兽四号龙，上吧，咬它！来防瑞兽四号龙，这边就不会卡住了。哎呦，咬一下就解决了，哈哈，还掉了一根树奴的手指。好，那我们就来开始挑战伏黑圣耳吧。我们选在这个屋顶上面召唤它，符合我们的原作。虽然说我们马上就被扯下了面罩，然后被秒杀了，不过在这边不会发生这种事。先使用我们的来访瑞兽二号灵龟，三号麒麟，我们再看情况使用。现在就直接把它放出来，先送它一张龙，上吧，咬它咬它。它不会飞了上来吧？等一下，我自己掉下来了，不妙不妙，在哪里？哎呦哎呦哎呦！来访瑞兽四号龙，咬它。这道龙应该是蛮痛的哦，毕竟它连树挪都可以咬啊。等一下啦，你太快了，你太快了。金苹果，我们的血量领域展开。虽然我也不知道我们领域是什么，我就是黑黑的领域而已啊。来防瑞兽十号龙，咬它咬它。等一下，好像它不见了。我这样子是不是反而把自己给困住了？来防瑞兽十号龙，咬它。我们应该快赢了，我们好像快赢哦。走开，鸡蛋攻击。没找到，一斧子，一斧子 ，OK， 哇，我们最后还打一发黑闪哎，哇，挑战达成，术师杀手领域解除，不然是个什么都没有的领域啊，没想到我们连不死图腾都没有触发到就打赢了，那照这样子看来，我们的实力不容小觑啊，我觉得我们连树挪都能打了，龙，咬他，没错没错，等一下，好痛，先跑先跑，等一下。灵龟加速，来防瑞兽四号龙，他想要召开。哎呦，我的龙帮我挡住这一集了，谢谢你。来呀，树挪，你追得到我吗？哎，你怎么追到我了？不行了，特级咒具，鱿鱼，再来一发龙，咬走他。我的龙马上就倒了。特级咒具，鱿鱼，打他不会痛，撤退。打个麒麟。来防瑞兽四号龙，咬他咬他，咬了很多下，咬了很多下，快走！不行了，我们的咒力快不够了。来防瑞兽一号谢智，
攻击！哎呦哎呦，打到屋顶上了，是不是安全啊？看来我们在这边很安全啊，等一下，别打我！哎哎，在那里偷打我啊！我竟然挑战你！不会痛，是我一，你敢是我一棍？嗷嗷嗷嗷嗷！打了一发，哎呦，好喷！打了一发，哎呀，跟你拼了！走开！换回我们拿妈咪的武器，不死毒团触发！来呀！等一下，我不能攻击！哎呦哎呦，我走不动哎！啊呜！看来这就是世界展的威力啊，连我们也抵挡不住。